烤鸭拌饭出锅。妈呀，咱给你煮的了，终于吃这回的饭。别吃这味道，不让人煮的。行，这食堂又做完肠了的。是，你给他看的，看懂看不懂啊？看不懂。是的，这小生活还可小了啊，有活了干干活，没活了带着还是打个小牌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回家煮饭。今个没干活吗？是的。大爷家里有事，回家两天，我再找那事两天，家我干不到活了，都。吃两口，两口上过两口，给咱吃个西瓜。看那事没法，咱也别走了，我也放心了，干活。好，两口两口，来弄个瓜吃吃。哎，这个瓜可漂亮，你漂亮。咱吃个，海老想吃啥饭？啥饭都多，这啥饭好多多，我好给你做。这还有这前两天钓的烤鸭的，我在网上看一个小伙子做的烤鸭拌饭，做的怪好吃的。今天咱还学一个，尝尝啥味儿。生活做饭。是的，这两天不见，这咋后边咋会乱成这了？这又是啥呀？这？你们想吃烤串，我炸的烤串的油还没倒呢，啊，剩下的油呗，这。啊。这又是啥呀？哎，这是好的猪肥剩下的汤，这些大料的都。咦，你这小厨房有点乱了，可是。哎。这又是啥呀？是我上回炖的鱼汤，鱼头汤。你看你奶奶不给鸭子头乱一把刀的。哎，这家里没我操心的，这可不多，咱弄的，嗯。乱七八糟的，乱！给俺家给俺刀，起锅炸药，下入俺家，放点盐调味儿，都走了都来一圈，快点来来，小磨香油滴两滴儿，嗯，一点都不能浪费，再放点料油去腥，加点水。全在放进去，再放咱剩下的鱼汤，叫米饭倒进去，再放点盐来起火，起火走，烤鸭拌饭出锅。妈呀，咱给你煮的了，终于吃这回的饭。来吧，一人一碗，先尝尝啥味儿。来吃吧，你也别吃这味道，不让人煮的。一盘油炸花生米，一锅炸好的小豆串，干一天都适合喝上两杯。那你吃着吃，我喝着酒。大家好，我老四，这天又下雨了，又干不着活了，这干不着活了，弄点下油菜回去喝上两杯。你看大爷，做的都要吃的，这都是不爱的，不打药。是的呀，这一小片地韭菜都种着了，那小区里的老年人多，所以他不想买菜了，他都随时管掐着。我管下个面条了，下个老面条，今天没沟通了。看到小猴我已经开始接了，看看底下还有一个嘞。走回家，下一天没啥事，回去喝两杯。这还有点花生米的，炸点花生米吃吃。那没买的还有肉片嘞，我还炸点吃吃。咱还尝尝这是啥味儿的，看到底好吃不好吃。起锅倒油。这啥油啊？这白花花的呀，看着。大油。都得要炸出来才香喷喷的香。是的，我可听有的专家说吃大油对身体可不好啊。哎，你听专家的，听专家的啥不管吃，啥也不管喝，跟专家等着饿死了，不是专家的。这不一来都吃的这油，先要花生米炸一个，一样又下锅，油咱下锅花生米炸的都不焦了。都再有炸出来东西吃了，这玩意儿才健康呢。这无公害的，这主食上炼出来东西，还有啥东西吗？还，嗯，还有假冒的。那你说这没毛病。我小时候我记得时候，那地方买的白药回来，炕上炼炼，添点水，
大苦大麻叶子吃了香的炒老菜香最香的，炒个萝卜菜倍香倍香的。炸好了花生米拿出来，再倒点盐一拌就行了。我再加点儿。炸好的这先捞出来，看看空了。一盘油炸花生米，一锅炸好的小肉串，再倒上一杯子，再来一杯小酒。下一天都适合喝上两杯。来，你吃着吃，我喝了酒。睡觉睡觉了。咱下一天不干活了，也不愧疚了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是的，你这不干活你愧疚着嘞。这不下雨吧，这心里想着得去干活。这一下了雨吧，这一干活还干不上了。这管放心的吃吃喝喝了，这心里不愧疚了吧。这小肉串吃的不赖的。今个我还当一次老板对吧，来咱弟兄们分一下看一个人花多少钱。大家好，我老师今个接个搬家活650块。这房子22楼，那房1楼，俺三个一上午处理完了，咱现在开开年终。我知道啊，这22楼的一个一个往上点了吗？有电梯，要没电梯，那22楼下来再睡就好好要。这一层又装了满能量，这一层。现在装不下了，临时又调过来一辆车。这谁搞的？这个咱干嘛碰呗？放心了，走，有1公里，我拉完也都去了。今个这天气不赖啊，天气好的很呐，跟冬瓜片了。到了到了，还得歇会啊。快快，这天得有40度，得有45度。那个头，咱干活啊，咱脱了一层皮，快要皮晒哦。好的，不好的上位。走，干完了，走，弟兄们，咱吃饭去。走，老板，来三碗黑面，随便吃嘛，随便吃嘛，来。俺拿六个。一盘羊蹄儿。啊，一个素鸡凉菜。哎。那伙计们，你先吃着。你先吃。今个我还当一次老板，对吧？今个的代班活的650块钱。多亏了咱弟兄们的帮忙，下回以后咱还合作。来，咱弟兄们分一下看一个人花多少钱。来，弟兄们，来打打打，好好好，对呀。来，弟兄们挣钱吃好喝好，别家挣钱不挣钱，我看弄个肚子眼。咱这个活650，有他的多加100块钱。怎么了？我250，你250，你250，是吧？还要加500，你说这个咋拿着了吧？250块钱。老板，这照算的不对啊，咋不对？我吃饭谁掏钱呢？今个我包了，不用你掏钱。那又亏着你了，老板，要你吃亏了。哎，这都我答应老板了，我今个不用你掏钱，我一会儿就过来帮忙，捧捧场就行了。好，要不三二三号子，走，给面前过一下脸。不赖不赖，好喝的汤好喝。